是 Stay， 我是涛。为了更好的圈钱，为了更好的服务我的粉丝，本公司隆重推出了高龙岛一日游，船票、潜水、午餐起码158。一大早先安排我的粉丝来吃了我们新店门口的本地粉，这个可是我个人掏腰包，不在套餐之内啊！再来的朋友可别问我要早餐，请不起，请不起。8点出发，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大概一个小时到高龙岛。没有这么风浪，非常适合潜水啊！高龙岛现在的水是绿色的。第一次带团，我还是有点害羞的。这是我们第一批小白鼠。高龙岛的风景一如既往的漂亮。简单的停留了一下，我们就出发去潜水了。我们要出发了啊！带着我们的液化气罐，大概10分钟就能到达潜水点。教练也很会调节气氛，不会让你觉得尴尬。下水之前，教练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潜水注意事项以及一些简单的手势。踢着动作，按踢往耳朵走。到时候我们也会提醒你做哈。做这个动作哈，不是给小慧哈，给不了，我靠不了。走，会上走。接下来就是1对1潜水，今天来的朋友基本都是第一次潜水，会有些紧张，但是我们人少，教练有充足的时间1对1教学。第一次潜水难免有些紧张害怕，但是当你看到海底世界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特别漂亮，特别美。这158花的真值。中午的饭在崔浩时吃的，非常丰盛。饭后就是骑马和自由活动时间，大家可以拍拍照晒晒太阳，非常舒服。太爽了，起来起来，快点快点。下午3点我们返航回西港，返程了返程了。这一天下来，我的第一批小白鼠还是对这个路线非常满意的。